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又贤，大家好。耶！今天我们带来这首《日鬼》。我刚才听到人呛我黑鬼。好，就希望你们喜欢。然后不要睡着。好，这很重要。然后我们两个都穿得很黑。没有那么夸张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不是啊，知道为什么
哦，这么生气吗？不知道，你是抽一些98分哦，会那么高分，应该是抽一些粗心的东西吧？对，超级粗心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写错那一题啊。那一题到底是什么？就其实我们在考公民社会，我们这次考亲属关系。亲属关系？对，亲属关系你了解吗？我直接考考你一题啊。你女儿要叫你什么？我女儿叫爸爸。错，你根本就没有女儿，怎么会有人叫你爸爸呢？哎，对哎，难怪我考59分。对嘛，考59分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重点是什么？我真的错了一题，真的很不该错的。那到底是多简单啊？就爸爸的妹妹的丈夫是谁？啊，不是啊。哦，爸爸的妹妹的丈夫，你写错。那你写什么？我本来要写夫丈，后来我写以上皆非。哦，所以我那一题我跟你说，我靠59分的这个人我都会了，何况是那个……我跟你说，那个校园有个风云人物啊，那个一中最黑最帅的那个吴又谦啊，他这个一定也对啦。哦，我知道你说那个吴又谦校牌个位数的那个嘛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不过来是他倒数过来的。啊，倒数过来的个位数啦。哎呀，不要乱猜别人猜啊！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写错吗？不知道。我本来要选姑丈，后来选了以上皆非的理由是，因为我姑就没有结婚，我就不知道怎么选。那就跟我刚刚的概念一样，对不对？好啦。哇，所以姑姑的丈夫到底叫姑丈啊？姑丈是不是？姑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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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丈。哎，那我们欢迎由36届赖伯彦学长、王之进学长、36届张瑶书学长、萧俊廷学长带来的姑丈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。